所以这边就过去就是王吗？对，没错。OK， 太好了，开讲时间。巫妖王，啊，素瑶。我觉得我们可以秒杀他、欸。哎、欸，不行不行，伤害不能太多，不然的话那个会一堆不能秒杀，不能秒杀。他一次放蓝直接出来，他一次放两个圈，我们就会出事了。对，不能秒杀，一定要、哦、一定要慢慢打。哦、他一好、哦、好。哎呦，靠腰。哎、欸，我要射到风系。追踪队友，追踪队友，追踪队友，大吉！我靠！操！继续跑，继续跑，继续跑！散了，散了。我知道。追我操！没事没事，蓝圈我的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有事。到。柱子在哪里？啊，没事，他打死骷髅兵了。哎、欸，红圈。很好，看怎么又是那个柱子在哪里？这个吗？这是柱子吗？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先子轩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好，哎、欸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！你们刚刚跑，哎、欸，其实你们蛮惨的耶。没错。继续跑，继续跑，继续跑。干，差点。刚出了几个圈了？第三个了。三个。是啊。哎、欸，那个吗？是吗？是吗？哎、欸，我摸摸摸摸。黄启，黄启摸，黄启。蓝色的舒适长袍跟紫色的草帽。我之前开宝藏袍，宝藏袍有机会掉装备吗？会，但是它是随机的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不是很幸运吗？怎么都是只有白绿字的那个的首饰啊？倒是有两个蓝字的金那个卷轴啦，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蛮占空间的。能说吗？啊，不行了，我要走了。不行了，做完就我就要走了。可以。哎、欸，蓝色的细剑匕首，我这边饰品全卖有227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有。哦哦，有快300了。我刚少点一个卷轴。哎、欸，我们可以去杀人了。100、200、300、312块。